兄弟们啊，台风已经正式登陆上海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外面的风很大，雨很大。这个时候很多人担心台风之后我们会买到泡水车，你们只要记得到正规的市场上，正规的摊位上是买不到泡水车的，因为再傻的车商他都不会把一台泡水车放在自己的摊位上去卖，这个时候他会伪装成个人卖家，到某鱼或者说某网站上面伪装成个人卖家，说最近自己赌博赌输掉了，没有钱，急需用钱。这个时候贪小便宜的小伙伴最容易上当受骗。兄弟们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告诉你们如何去辨别一台车子有没有事故，有没有泡水。点个红心支持一下，谢谢。